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学习怎么介绍自己和别人。我们经常用"是"字句来表达，比如我是老师，我是老师。他是学生，他是学生，他是医生，他是医生。否定形式。是在"是"前加上否定副词"不”，比如他不是老师，他不是学生，他不是医生。那在这个对话中，我们应该怎么问呢？我们可以说："他是老师吗？"他是老师吗？他是医生吗？他是医生。他是老师吗？他不是老师，他是学生。你是学生吗？我不是学生。我们已经学了四个主语，我、你、他、他。那你知道我们、你们、他们、他们吗？我们、你们、他们。他们，他们是医生，他们是老师，他们是学生吗？他们不是学生，他们是老师。他们是学生吗？他们是学生。现在我们复习一下。我是老师，他是医生，你是学生吗？我不是学生，我们、你们、他们。他们，